接下来这个视频我将为大家展示如何将 NG 切回个人账户。如果你现在是专业账户，你想要把它切回个人账户该如何操作，接下来我这个视频将会帮助到你，希望你能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加个关注。首先我们点开我们 NG， 点开之后我们点开右下角的个人头像，第一页我们看到专业账户管理界面，我们点开，然后我们再点开右上角的齿轮，然后我们往下看切换账户类型，这里点开，然后点第一项切换回个人账户。这里大家要仔细看一下，如果你切换回个人账户时，应用内的成分分析将关闭，而且您的所有内容的分析包括推广活动都会被永久移除。大家在切换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阅读这里，如果确定是需要切换的，那你再点切换回个人账户，非常简单。希望我的视频能帮到大家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请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谢谢。